知道，小米粒儿挺棒的。打住啊！小米粒儿是我们范总啊。啊，你口口声声小米粒儿的这么叫，是不是不合适啊？哦 ，yes， 哦，对不起，下次注意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下面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发展状况。好，现在我们公司发展的很快呀，覆盖面很广啊。啊，对，整个小区就没有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下一步呢？下一步我们准备上市啊。对，要冲出小区，走向市区。走向市区。哎，陈总，哎，我听着这么像脸摊呢？脸摊你也懂啊？啊，我们这可不是脸摊儿。是吗？那个王助理的意思啊，那个股市不是在市区吗？啊，我们得进了市区才能进入股市啊。啊，进入股市我们才能上市啊。啊，对，哎，好，这回事。哎，对。哎呀，啊、你倒水吧。啊，你别说话了。铁锤啊。快去吧。铁锤。哎呀，铁锤啊，你作为我们公司最基本的员工，跟安德烈先生来，这介绍一下本公司。Yes。来吧。Yes。Yes。喝水。你老噎死个说话呀，你不是告诉我就让我说个噎死吗？王小翠这马上就要露馅了，我也没话说了，你就知道啥你跟他聊点啥，一会儿小米粒回来不就好办了吗？这是你让我说的啊。你说。哎呀，你好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进门卡。啊，等等，那个进门卡呀。啊，对，铁锤的意思是进门卡就是资质啊。啊，哎，你要是没有资质的话，我们无法跟你合作呀。哦，对啊，有道理。哎，有进门卡才能进门，进了门以后才能更好的为您服务。哦，啊，对，你有了资质，你进门啊，你得赶紧进来，进了门我们才能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啊。不对啊，小区门口那个大串联保安怎么和大寿一样啊？他都是我教的。对。都归他管。我是物业副经理，我叫赵刚。哎，赵刚子，别说话了，是啥怼进去？我明白了，这也是我的台词。你放心，明天我就给怼满了。好，啊、你坐。哎，下边干什么？顺风啊！哎，这个上边得擦一擦。我来擦，这灯泡啊、灰呀什么的，擦干净。总监，你请坐。好，好的，哎、好的。看我的。哎呀，不就是擦个这个吗？哎呀，这个太简单了。哎呀，这太简单。哎，爸，哎，瞅俺二姐夫多没正形，干个活还能嘚瑟上。触电了吗？我的妈呀！哎，电了！哎，顺风啊，好多了。顺风，好多了。顺风，好多了。那个，你大姐夫逗你玩呢。啊，那胜利没让刚子去当什么总监。对对对，那大姐夫跟你开玩笑。他逗你呢。他就是请我们吃个饭，他没让我当总监。对，你就说大姐夫跟你开个玩笑。哎，赵刚子，逗我玩呢。赵刚子，你行。在这个家里只有我给你挖坑，你今天给我挖了一个坑。待着，好家伙，敢给我挖坑。喂，谁呀？啊，哦，你是刘总的秘书。哎，张秘书你好，怎么的，有事吗？刘总要见我。哦，哎，你转告一下刘总，我不是外人呐。对，他不有个战友叫赵刚的吗？你看你也知道吧，我是他连桥，我们俩单挑。不是，你这样，他就在我身边呢。你们通个电话，好吧？大姐夫，接个电话。哎，大姐夫，小心坑。
我的妈呀，顺丰啊！接个电话。这坑说挖就挖呀！我可不过去，我绝不出这个地方。我跟你说，顺丰，我明白。我现在前前后后、左左右右、上上下下，全是坑。你看你，张秘书，我不接，我不接，我不接。真的，你给我挖坑了，我不接。你听听。哎，谁呀？对不对？喂，是张秘书吗？对，证明一下咱俩的关系。哎呀妈！还真是小张啊！对对对，啊对对对，那、哎、胜利晚上请我吃饭，啊什么？你问一下钱顺风跟我是不是连桥啊？没错。你把电话挂了，你说给谁听啊？哦对，在你那小区送外卖还没有这个呢。这不刚贴的吗？刚下的令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吗？不是那个，哎哥，你这样，你放我一马。我是保安。我不是放马的，你这是不是？那我下回注意行不行？你这回让我进去吧，马哥。不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说话你给我注意点。说错了，你不能因为我长得像啥你就叫我啥。我是你脸哥。你这啥玩意儿都往自己身上揽，算上。行了。不是，那你关键我顾客点单了，你说我咋办？我怎么送啊？啊，还有啊，啥叫一切车禁止入内啊？一切车禁止入内，这啥意思啊？理解能力差，是不是？说明啥呀？脑子不行。你看咱这理解能力，就说明一切车辆禁止入内，就是说带轱辘的就不能往里进。不是你怎么？干净。咋的了？他能进不？那个，你要干啥去啊？我回家呀。回家，你先别回去了。咋的了？就那个小区，一切车辆禁止入内。我这箱子，带轱辘的就不行。啊，那你费心了啊。哎，这感觉反应，这小伙子反应快呀，这小伙子。来，你这么的你也学他，来你给他绑起来，来你往里走，来，你要绑起来我就让你进来，你走，来来来来走。我也绑不动啊，这样这不这长不是再往里闯，我告诉你，我可罚你50块钱了啊。不是大哥，你知道我给谁送不？你罚我钱呢？给谁送也不好使，知道不？这就是我们物业的规定。不是你信不信我跟你说完之后你都能帮我送上去？哎呦我的妈！你给我提人儿是不是？你提谁咋？提谁好使啊？啥？我告诉你，这个看着没？啊，俺们经理的电动车，就让我给拦住了，自己走进去，车停这儿了，提谁也不好使。不是咋这么倔呢？不是你不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儿？你知不知道啊？哥呀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。在你这个小区里面啊，有一个10岁的小姑娘。哎呀，哪里，那行，我可以走了吗？缓速。对，哎呦，张总啊，干嘛？我工作，你看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公司就是倒闭了，我也不养你。什么？他的公司要倒闭？啊，他当然是这么好的人，咱们怎么能让他公司倒闭？张总，我来帮你。不是，这又一个卡搁这，张老板，小姨夫爷爷，一卡又拉着了，1块6毛6。哎呀，哎呀，我饿死了。小米粒，你这吵吵啥呀？不能给我搭把手。谁说我没打手啊？我这不是拿着筷子等着吃呢吗？就是要吃呢。你说我要炸丸子，我让你大姐夫带一桶富红大豆油，说到现在他也不回来。对呀，吃富红大豆油为健康生活加油。是啊，没这豆油也炸不了丸子呀。真是，你说他上哪儿买去了？这么长时间都不回了。钱顺风，气死我了！你要干啥？你今天到底？妈呀！俩人又吵起来了，我得看看去，帮我盯着锅。好，来，你劝劝我二姐啊。真是。
最近呢心情有点低落，小米粒总是不理我，都说女孩喜欢浪漫的，我觉得我挺浪漫的。这几天我想明白了，不是不够浪漫，是不够惊喜。今天我给她来点惊喜，争取把她浪漫蒙了。小米粒，小米粒，小米粒，你来干嘛来了？嘘，三二一。爱就像蓝天白云晴空万里忽然暴风雨。惊喜不？哎呀，咋的了咋的了，高压锅爆了啊。笨笨啊，小美丽，笨笨，小美丽咋的了？被我浪漫蒙了。什么玩意儿？起来吧，起来。笨笨，哎呀，你干嘛？你要吓死我呀？你来干嘛来了？是这样啊，你大姐夫让我帮他送一瓶富红大豆油。你是来送油来了还是来要我命来了？六子哥。哎呀，你可别这么叫，小姑咱差着辈儿。那杨过跟小龙女不也差着辈儿呢吗？那您说什么事儿吗？姑姑六子哥啊，你手上戴的那个是啥呀？戒指啊。呀，你结婚了？结婚怎么都不告诉姑姑一声啊？没有，这个不是我的啊。不是你的呀？那你能不能借给姑姑看看？可以啊，就摘不下来，太紧，缠绳了。啊，缠上绳了，缠挺紧呢。你给不给姑姑看？你不给姑姑看，姑姑生气了。给。哎呀，你来好好看看啊，这个戒指你眼熟不？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不就是我的吗？哎呀妈呀，这该哪找着的？在六子手上找着的啊。哎呦六子呀，奶奶可得谢谢你呀，这戒指奶奶就寻丢了呢，我到处找啊，谢谢啊。你说人家这孩子给找的怎么没了呢？奶奶，这戒指是我的。哎，你手法挺纯熟啊你啊。真是我的孩子，这个戒指奶奶都戴了半辈子了，它怎么能是你的呢？这真的是我的。哎呀孩子，这戒指是我的，那上那线儿是你的。不是，这戒指和这线儿它都是我的。挂了，你赶快坐着，把鞋脱了，换上拖鞋。你别动，你慢点，你别动着胎气，你知道吗？什么玩意儿胎气？你不是怀孕了吗？我没怀孕呢。哎，啊，这有什么不承认的呀？刚才电话里我都听见了，怀孕了。哎呀，不是，我刚说两句，不就手机没电了吗？啊，我今天不检查身体吗？啊，然后呢，天二姨把她化验单就取回来了，我打开一看呢，你猜怎么着？啊，二米怀孕了。啊啊，二米怀孕了！姨，大姐，你就别在这儿刺激我了，你没完了还。顺风，你咋还不信呢？我这化验单你自己看，哎，你看是不是？你自己看呢，你看。哎呀妈呀，是吧？哎呀，看见了吗？你老婆。哎呀，多长时间没吃着了？快吃吧，吃吧。哎呀，好吃不？不是这个味儿。咋不是这味儿呢？真的不是这个味儿，我怎么跟你形容呢？这梨它那个味儿吧，就是你家就家乡的那个味儿，你懂吗？你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，品品，仔细品品。哎，有了吧？嗯，还不如第一口呢，不好吃。媳妇儿，你这么的，你把这一箱全吃了，肯定能品。我上班打的，我吃完我都吐了，这谁整？太难吃了，这梨呀、啊！小米粒儿啊，吃爸给你拿的梨了？对。爸，这梨你拿的啊？啊，哎呀，那要好吃吗？那要你拿的，能好吃、嗯？好吃怎么苦大仇深的表情啊？嗯、
不是，那二美玲哪是苦大仇深呢？这完全是幸福的表情吗？这幸福的表情咋还有眼泪呢？就是幸福的，就是到了极致了，喜极而泣。哦，喜极而泣。那也说这个好吃呗？好吃。确定挺好吃啊？好吃好吃。啊，好吃，那就下回爸再给你多拿点。好嘞。哎哎哎，爸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要说实话，你可别急眼。就你拿的梨好难吃。不对，绝对不对。这绝对不是我拿来的梨，钱志芳，回来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梨，哦，这个梨啊，拿错了。哎呀，这是我从小卖部买的。哎呀，这爸你买的梨在这儿呢。哎，这是爸种的，你看爸种的梨。啊，这大骗子！这不好吃，你这能吃吗？这个，儿媳妇，你尝尝这梨来。哎呀，爸，就是这个梨，就是这个梨。我多长时间没吃着了，就是这个梨吧。尝尝尝尝尝尝。